啊，有，因为它这个苦瓜是比较比较硬，真的比较硬，而且切的比较大。来，这样，咱俩赌，懂了吗？谁输了谁喝。来，你讲的这个点的真好啊，行吧？啊，来点公吧。平公正。你要在后面啊，见证我们俩赌啊。没事，输就输了，输就输了。你为啥说他输了呀？到底谁输了？说你输了嘞！小白龙，不是小王说你输了。到底谁输了？兄弟们啊！真想不到，我有一天竟然被我徒弟给出卖了，就是玩赖皮，赖皮的人们这叫法，作弊是吧？孔子，我就说你怎么刚才的这个，我的妈，这叫人命啊！你这样这样，哦，你先卖好行吗？啊，这可以吧？非常棒的啊！他们日常价是139块钱，你看啊，有反复。我的嗨，兄弟们，这个味道啊，是吧？这味道，这味道不，这不造139，这不行啊！券后多少？189，券后139，小白龙喝。来来来，你惹谁了？来，来，加一个，再加一个管子，这个管子再加一个盖子。你看这个盖子可以这样，哎，盖上。对，你们炸完之后，炸完之后，把它再用盖子，把它插在管子里面喝，可以当个杯子了，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上面也可以插个管子。哎，兄弟们，是不是怕摔坏了？刚才有兄弟怕摔坏，来，给大家摔一个啊！我的妈，吓死！这个真这么厉害啊？啊，这样想，它上面还有个机器呢。啊，那你妈这样摔真不行了，哪能这么摔呢？对，抗摔的，它也是稍微抗摔的。啊？可以打冰块啊，打碎冰啊，打冰块。94410000单上场。充电的吗？充电的啊。一年质保。充电。一年质保，只换不修啊。有充电头的吗？3000毫安超长续航，户外使用，就是充一次电可以炸10到16杯啊。好吧。就充一次电可以炸10到16杯。有的啊，这里面有充电器的吧？
储电器肯定有的啊，这个肯定有配的。八叶刀头啊，兄弟们，八叶刀头，你们有时候看那个网页网那个刀头是八叶的，然后它是耐摔的 PCTG 食品级材质，啊 ，PCTG 啊是食品级吗？不能，不能讲叫食品级，不能说食品级。啊，别讲，就在让小白龙喝是为啥呀？啊，再加一个吸管，加个这个盖子。为什么都让小白龙喝了？吸管大家可以清洗啊，可以打开之后清洗，在后面笑是吧？你在后面笑是吧？这个没办法啊，小白龙来，这我俩没办法的，这个都认了，我也喝点，你也喝点，说嘛，如果实在是喝不下去就吐了哈。啊，五千单了啊，这就一万单啊，只有一万单，兄弟们啊，还有最后五千，我把这墨都倒了。大冰块是吧？好，没你到墨子到哪去了？墨子没到，没拿出去吧？不然兄弟们别说换掉了，喝不了就别喝了。啊！输水吗？什么？咦，我的黑，什么东西？有点重，这个吧。什么东西？辣椒，辣椒，辣椒，辣椒。这有这么难喝吗？有这么难受吗？我坐下去吧。啊，不是，我叫行动。你叫行动叫什么？我说我坐了，刚才叫媳妇坐了。刚才应该打个好的字再给他，不打了啊。还有最后两千，兄弟们，最后两千，七天无理由，有云飞险啊，一年质保只换不修。小白，小白，对吧？它这个材质还是耐摔的，耐摔材质，充一次电大概10至16次啊，可以打个10至16次。兄弟，488万了啊，给小安破个500万吧，兄弟们啊，破五百万咋这么难呢？咱俩本来就后面坐着来，坐露露，兄弟们好不好？小白龙喝了，我的天哪呀，是真难受，好苦啊，太难喝了，这玩意儿炸冰块是吧？那炸了啊，冰块时间要准备。试试，真的可以多少单了？嗨，这个是手拿型的，真的非常不错。来，拿来，我给兄弟们带个冰块试试。冰块，冰块要炸。炸成碎冰的话，时间要长一点啊，稍微长一点。加一点点，好好好。加那么多干嘛呀？我加点水好了，老姜。对呀，我要加点水，加点水。你不加水，它怎么搅得快去呢？连上了，连上了，兄弟们，加点水，加点水，再加点水，差点翻车了啊！没扭紧，好了，还有保护作用，一打开，你只要打开了，它立马就是关掉了。你放着放着试一下，你看漩涡，好好别跑，不行不行，没那么快，把门都来了，好，
咦，你看，嗯，这个冰沙，现在冰沙，嗯，你干啥？不能喝啊！我的妈的，快十二点了！啥呀？箱子人家洗衣来了。